又好来上一个 studio。今天呢，我们来到我们的认真生存的第20集吧。哎、欸，好、啊、烂死了！今天呢，我好久不见了，耶！我好久了，我失业了。今天有两个来宾，耶耶，我把他丢出去了。耶、yeah, ，两个来宾。我的实习完了，我英文不善。不要难过，不要讲，我英文不善。今天还有新的来宾是太阳。啊，我们新的来宾啊，问久了吗？是啊，你在我们这样当乞丐的时候来过，来看望油桐乞丐过。怎么感觉好像算命吗？然后现在就是我有钱了，小姐。是有钱来宾，你是乞丐来宾。交界是神，要敬拜交界，交界是我的一切啊。然后今天我已经盖成这样了，嘿、欸，我的那个其他东西是被吸走了。我的鞋鞋我弄好，哎，不，我鞋鞋而已，我没有弄好。好、哦，鞋鞋给你。我身上好多东西、哦，好像是交界的东西，不重要啊。哦，我进去了。大油桐是大胖子。油桐把我挤下去了，油桐是大胖子。我在观察你啊，观察我的身体，因为我是个宇宙来的恒星，你就要这样观察我。我不会再说你啦，你没有什么好观察、啊。对，交界才是值得观察的事物。交界是美，交界是乐，我有点放心。那今天呢，一样要来盖我们的100×100大豪宅呀。应该只有我在盖了。那你们大豪宅会有分很多房间吗？问他。小姐会吗？什么？你们豪宅会分很多房间吗？分什么？就是会盖房间吗？比如说从餐厅、厕所。客厅那种，当然会啊。你还好吧？我害怕掉下去了，吓死！你不要再掉下来了，我会吓到。对了，我好像还没有介绍过，这是我们的总统像的4个雕像。好，首先呢，是我们第一个，就是我。这是我的雕像，我拿着钻石剑，有一个超长披风，然后还有一个可恶的烽火台把我披风切一半了。烽火台，然后还有交界，他是这个棕毛小男孩。棕毛小，这是我刚刚放的泥土，等下我会把它拆掉。说那个，然后这是我们的栏杆，它融化了，因为太热了。蛋糕奶油融化了。然后这是我们太阳。看这只好帅，为什么那么帅？对，太阳，这只超帅，你觉得吗？哦，你说栏杆呢？对，我知道，栏杆很帅，你不觉得吗？我觉得交界更帅，你觉得？交界好帅，不对，应该是我们的主持人，也就是我们的这位油桐先生比较帅，油桐花先生。差低。哎，交界。个人是跟踪。哎，交界，我可以做什么吗？我感觉我都没有在做事。对啊，来来宾，你做多一点事啊。那大家好了，我做这一层的那种布置好了，你们想要做什么？你们想要把第一层做什么？嗯，就是想放什么家具之类的吗？问交界吧，他是建筑师、我觉得交界就是整个100×100豪宅的那个唯一的建造者。就是到最后，如果上那个，你知道那个幕后工作人员，然后就只有一个交界整个工程的建筑师。对啊，交界超。然后后面就写油桐跟太阳完全没有在做事，两个小屁孩，一定会这样的感觉。交界超强。交界他建筑能力好强。对啊，你是从麦块建筑系毕业的吗？对啊，不知道。我只是从麦块那个指令系毕业的，而且成绩不是很好。啊，对啊，他指令也算强。然后我有学一点染料系啊，虽然说我觉得没有用。染料系，那油桐是什么系毕业的、啊？
我也不知道。YouTuber 系，了解，我没有做人要有信心。哎，YouTuber 系毕业的。他在干什么啊？哇，神创造 P 果然不是一般人可以理解的。对啊，他的斧头也是效率超高啊，好神，好神秘，好深奥，超神啊！瑞小姐，太阳，我叫错人，真是。哎、欸，你往那里狂按右键，我就知道是这种机关，对不对？看不到了，看到了。什么东西关掉了吗？什么东西有关掉吗？你被关掉了。从我被关掉烂透了，上来吧，你看。你要过来，那我出来看吗？你要出来看吗？你要走那边。交界神在呼唤你。不是什么事，神的事我一定做。我已经是交界教了。交界大人，交界主啊，有什么事？我已经迷上你的心思了，喵。我什么都没有说。我真的什么都没有说，哎、欸，就我上去。然后这里呢就可以射太阳，这是一个狙击场，怎么？好烂哦！给他贡献点东西啊！好，我想我要干什么后？好啊。嗯、欸，我要看看你们家有什么建材，你们家入口是哪里啊？忘了。就是一个你进不去的地方。啊，想起来了。OK， 忘记了。哦，又想起来了，又忘记了。哦，在这里啊！你有什么毛病啊？对不起，就说就太阳神经病了。What problem do you have? I have some 毛线的人说。那你要干什么？那当太阳绞尽脑汁，虽然它好像没有脑，但是绞尽脑汁的。橙色染料我可以用吗？这个橙色染料我可以用。可以啊，用啊。可是它只有一个诶。用啊。不要，我要拿有没有向日葵？我拿一个向日葵。有很多向日葵。我想命名，可是我没有完全经验值都没有，因为你把我杀掉的时候，经验值都可以走飞走。那去喂鸡啊。我没有种子啊。打一点吗？打一点龙。Do it. Just do it. Don't let your dreams just be dreams. So just do it. 可是我们哪里坏掉？不，我交界说我们坏掉了。哎，鸡呢？鸡呢？居居呢？居居呢？鸡在那里啊。那个。居居呢？在。小居呢？那个。我们家后面的那个。在遥远遥远的地方。在我们家后面的。哦，在那边。我想起来。对不起，我错。你一直都是错的、啊，所以我的人生其实是错误的。当然、啊，我这几年来一直被骗了吗？哎，太阳，原来事实是这样的。哎，太阳，真是可悲。太阳，嗯，你要记得你没有脑。种子鸟的礼物，哇，我做了一等哎。种子鸟的礼物，你居然得到了种子鸟的礼物。我想打一个人。我来去命名了 ，Lucky， 去吧。还有好吧，那今天这集的实况就差不多到这边啦。我们今天这集比较无厘头，呵呵。那我们之后一样会去完成我们的超大建筑。然后订阅我，快点订阅我，按下那个按键54321，快点订阅我，快点，我等你。好，我等你来去按订阅。我在等呢。万一他订阅怎么办？不按订阅，我就会继续等下去。不按订阅，这影片就会变三小时，懂吗？我有，再见，好，那就下次见，大家，拜拜。